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夏老师。我们下面学习补充内容的第二部分，操作系统。首先来看一下操作系统基础。操作系统有五大基础功能，分别是进程管理、存储管理、文件管理、设备管理和作业管理。大家稍微的记一下，选择题可能会出现。然后 PC 和服务器端的操作系统主要可以分成三类。Windows、Unix 和 Linux。Windows 这是微软公司的，大家应该都很熟，对吧？Windows 分我们的桌面端和服务端。桌面端常见的就是 Win10、Win11，包括早期的 Win7。服务端就是 Win Server 嘛，是吧？这两个版本，服务端主要是用在服务器上的，桌面主要是用在传统的 PC 之上的。然后两个主要是用在服务器之上，当然 Linux 也可以用在我们普通的 PC 之上，Unix 是不开源的，不开源的，典型的有 IBM 的 AIX， 然后惠普的，它叫惠普 Unix， Unix 的特点是非常稳定，一般运行在小型机上面，这是高端的服务器。一运行七八年十几年都不重启的这种可以连续在线十几年。我看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哪个地方的移动公司，它有一台惠普 Unix 这个系统这台服务器嘛，运行的是惠普 Unix 系统，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年没有重启过，非常稳定。然后它是这些公司的这个私有产品，并不开源。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人觉得 Unix 这个东西很好，但是不开源所以高手这高手他名字叫什么，就叫 Linux 还是叫什么记不清了哈，反正他就在 Unix 的基础上自己写了 Linux 系统这是开源的，他的代码大家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所以后面的我们国产的这些系统，它的基础都是基于 Linux 进行开发的都是基于 Linux 进行开发的。 OK， 这个大家要知道哈大家要知道 Unix 一般用在服务器之上的， Linux 可以用在桌面端，也可以用在服务器之上。现在很多服务器的后台其实都是运行的 Linux 国产操作系统有哪些你也需要注意。UOS 麒麟也分中标麒麟、银河麒麟、中科方德、深度红旗等等，他们都是基于 Linux 进行开发的，这你也要知道。然后移动操作系统主要有苹果的 iOS， 还有安卓、华为的鸿蒙，对吧？华为的鸿蒙其实它最底层也是 Linux 移动操作系统。你看安卓的底层这玩意儿肯定是 Linux，iOS 呢，它也是。别看这些移动操作系统，它最底层内核都是基于 Linux 进行开发的，大家要清楚 这个大家要清楚。好，这是操作系统的一些基础知识。好，我们来看几道练习题。下列操作系统当中与其他三种操作系统内核种类不同的是哪一个？ Windows 这是微软开发的闭源系统，无班图、 CentOS、 中标麒麟，它底层都是基于Linux 的，对吧？它内核都是 Linux， 这是 Linux 的不同公司开发的不同版本嘛，所以很明显与其他三个不相同的肯定是 A Win10。接着再看另外一道题，2022年11月的第六题，下列功能模块当中不属于操作系统内核功能模块的是哪一个？存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都是没有版本管理。操作系统的功能稍微记一下，五大功能。接着看下一道题哈，网规2021年的题答案已经出来了。他说安卓是开源的移动端的操作系统，分成 Linux 的内核层、系统运行库层、应用程序架构层和应用程序这么四个层次，显卡驱动位于哪一层四层啊，大家需要注意 Linux 的内核库，然后应用程序架构上层的应用程序，其中跟驱动相关的显示驱动
什么 WiFi 的驱动，各种各样的驱动都是位于 Linux 的内核层，所以选择 A 答案。下一题，网规2022年11月的第三题，鸿蒙操作系统 Harmony OS 为华为公司研制的一款自主版权的智能操作系统，它提出一套系统能力适配多种终端形态的分布式理念。以下关于鸿蒙操作系统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A. 鸿蒙操作系统整体架构采用分层的层次化设计，从下往上依次为内核层、系统服务层、框架层和应用层，整体来讲跟安卓是比较类似的，你去对比一下。 B. 鸿蒙操作系统内核采用的是鸿内核设计，拥有更强的安全特性和低延时的特点。注意，鸿蒙是微内核，大家稍微记忆一下微内核，所以 B 是错误的。 C. 鸿蒙操作系统架构采用了分布式设计的理念，实现了分布式软组件、分布式设备虚拟化、分布式数据管理和分布式任务调度等四种分布式能力没有问题。反正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找关键词，鸿蒙是基于微内核的，其他你读一读整体感觉基本上没啥问题哈。 D 读一下哈，熟悉一下。架构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搭载鸿蒙的这个分布式终端之上，可以保证正确的人通过正确的设备，然后正确的使用数据。反正说它好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基本上都是对的。然后这些专业术语微内核最近几年提的比较火哈，把它稍微记一下。所以照理选择 B 答案不是鸿内核